人流源源不绝，板桥社区筛检站涌现大批民众，赶紧过来采检，门口几乎被挤爆，民众全都担心感染 Delta。 因为目前幼园群聚案累计27例，长荣机是4例，屏东群聚案15例，台湾本土疫情已经有46例。两次的 PCR 的采检，某些部分族群会有漏网之鱼，参考有一些国家7天的自主管理之后，所谓的社区筛检站再做一次 PCR 的采检。就连医师李秉颖都直言，入境防疫就是破口，专家建议要赶紧堵住边境破口，住集中检疫所或防疫旅馆应该从14天延到21天，两次 PCR 再加一次快筛，应该再加两次 PCR。 因为目前旅客入境台湾居检只需要14天，但看看新加坡、香港、越南居检21天，相较起来就太宽松。14天加一个严格的自主健康管理，同时增加检验的次数，其实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取代21天。疑似幼园群聚案指标个案，按16160埃及爸和他的哥哥，按16169表弟16170，三个人都是解隔离前三采阴，5次采检才转阳。一开始他的 CT 介于可传播的一个情况下，是针对鼻腔黏体来进行测验，口腔跟呼吸道如果有足够量的一个病毒，其实一样会造成传染。大家意见都很多，那我们可以交给专家会议来做讨论。边境若不加严，就怕大魔王 Delta 没采检出来，一再攻破国门防线，在社区迅速扩散，疫情会变得难以控制。记者林英伟、曹真人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